暗影刺客也不过如此，威力不错，但打不中敌人就是浪费体力。还以为你能陪我多打发一点时间，永别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战斗有点不公平。 是比昨天厉害一点，但你还是没明白，当年我为什么能把你们的机器人打败。怎么动不了？原来你是异能国的人。 你们不是最痛恨斯特国人吗？怎么会出手救他？要你管！